黄袍营。他当的不真怎么样，他说要一化妆看那个化妆像呢，那很美嘞，就是林黛玉了。因此啊，这叫技术，这叫艺术。大菩萨，四现同四仙，所以就前头讲的，摘莲花不要捉蒜，可不不要无玉泥把你淹了。是，不论你现种种相，目的是引诱众生，这叫四现同四摄。这一下四现的就多了啊，以下这个送的这个寄送都是四现的。回味长者一宗主，回味古客商人道，回味国王及大臣，或做灵医三宗论，或者做医生啊，或者做国王啊，或者做大臣，菩萨化现的啊。回与旷野做大树，回味良药众宝成。你说旷野做大树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们有很多黄果树，我记得我还是当犯人拉那个大车的时候，哎呀，拉的那满头是汗的时候，太阳有毒，哈，看一个大黄果树啊，大家围着在乘凉高兴，那黄果树就是菩萨化现的，菩萨化现一个黄果树做印着印粮众生，菩萨还化现良药。我听个故事啊，四川出黄连，到了黄连宝，那个黄连不由你神病吃了就病就好了，四仙黄连，啊，菩萨要四仙药，四仙黄连呢，是治一些病。在天山，新疆天山雪莲，雪地里名字叫雪莲，那你高烧的或者各种的，凡是火烧的病，那黄连，把它七杯水喝了就好了，这是四线医药的。那旷野或者下雨啊、刮风啊，那菩萨四线一棵大树，使众生到底下啊，又可乘凉，又可避难。不是四线良药，我看那煤炭也可能有菩萨四线煤炭的，宝藏嘛，宝藏里什么行程都有的。菩萨有没有四线石头的？来你做殿的地基，修宝殿的，什么都四线。四线嘛，大家知道四线的意思吗？像我们这里头有些菩萨四现的，四现做比丘，四现做比丘尼，四现做居士，四现同类啊，他互相就把这同道的就度了。我四现宝珠，我对那个好多的药材我就怀疑，药材是无情的，哎，无情的它比有情还灵。大家知道天麻药铺里都有，天麻脑子不灵性了，用天药配药治脑的。但是天麻有几种，有明麻，有密麻。密麻的天麻你看见它了，你这样去逮它逮不到了，它没了。那密麻呢，你看他了，你不要看他，离他个这个很远的就开始望，才能把他逮到。明码呢，你谁都看见，跟那骂就行，就得到。就是密码，我这是不是菩萨化现的？还有人参，咱卖的人参是重的，效果不大的。大家知道我们长白山人参吗？东北人参吗？挖人参怎么挖呀？我东北叫棒槌，挖棒槌，一个棒子很长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杆上啊，
打一个人针，拿银子打的，离很老远看见他的苗了，那不是到了山里就挖到的，三年五载碰不到一颗呀，宝嘛。一发现那苗，离很老远就把这个就这棒槌啊，就甩过去，就定在那儿，还得喊说棒槌，那一定下去，人参跑不了了，你围着这转圈开始发旺，是报水，还有脆丧，我知道很多药物，你说它是动物是植物，植物不错是植物，但是它比人还灵，你很不容易逮到它，它那接骨丹叫脆丧，它在树上吗？是个植物。都是数字一样的，它落到地下就是动物，虫草，这些个可能有菩萨实现作用，这叫咒术医药，一切药，现在这个咒术也还很灵，对，现在印度那是非常的灵的，是念咒。念咒能够制止，能够变化，所以凡是一些自身工具的，能实现利益众生的，菩萨都能实现。有的世界刚开始成就，咱们没有菩萨的那个大智慧，没有那个天眼看不到的。有的世界成就，有的世界在变坏，有的世界在消灭。有的世界常才在成长，是种种的不同，还有自身的工具，菩萨什么都实现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，看你有这福报没有，没有这福报你遇不见菩萨，遇不见这种实现的，还菩萨给众生实现种种的行业，种种行业。种种行业里，菩萨为了度众生吗？敌恼实现敌恼众生，那要造业众生，敌恼他使他做不成。这些个都有，或者自己以那个殊胜的、殊胜的功力，那救度众生，制止那些造恶的人使他造不成。毁见世界始生力，众生未有之生聚。世时菩萨为工匠，为之实现种种业。不做敌恼众生物，单说利益世间事，咒术药草等众论，如是所有皆能说。一切三人，一切仙人，殊胜行，人天种类同信仰，如是难行苦行法，菩萨随应喜应作。喜能做，咱们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那可不是一句话呀，那真得给众生做事儿啊，给众生做什么事儿呢？做利益众生的事儿，但是得发大心呢，发大心呢，先摸眼前吧。现在我们这帮知格师可能又换了，换了一帮新知格师了。当知格师，人家在那儿听经，他不能听。当传达，当个传达嘛。知格师给我打电话，说师父、哪些人会呢？我说没有时间。那边人要求他要见老和尚，这老和尚又不答应，这知格师在当间可难了的。那要见的，他不说老和尚没答应，他说资格师不给他演。为什么他不怪老和尚？哎，他说别怪老，怪老和尚，老和尚回来有力量，是我要倒霉啊。资格师小和尚没关系，那资格师就苦了。每一件事儿都想到，咱们在这儿讲经，那边小居士，那运土了干啥了？没有敢建设嘛，因为什么呢？
那不劳动在这出不了家呀，你不劳动人家不收你，那没办法。嗯，有人想听课听不到，要出家呢，嗯，想找老恒剃头，都要想找我剃头，好像我一剃他就成就了，其实费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剃他剃都一样的，这心理作用，这叫思想作用。有时候我每位菩萨设身处地给人家想，不要光想到自己，这就叫菩萨，总想到别人，很小没有自己。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能做得到吗？我练习70多年了，不行不行，距离远得很，不顺自己的意了，不高兴了，就不干了。以前人家请讲经，请法师讲经，很困难的了，不是谁一请法师就讲去了。我法师架子很大的了，对，有好大架子吗？嗯，稍微不对不讲了，稍微气不顺罢讲了，稍微哪个不周到了，嗯，发脾气了。法师还发脾气，法师脾气更大，知道吗？将来你们诸位法师出外的讲讲课，你就知道了，知道你那脾气好大了，这叫业障，不是说菩萨道。像这样大菩萨登了柱的菩萨，信位具足的菩萨，完全不同的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多忏悔，多回向，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光耀遍三千，一盏灯万种心，天天燃灯供佛，更点亮自信光明灯。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话拨账号5032-3858，5032-3858，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。